火鸡面、炸酱面双拼，今天拌一块儿吃。哇，非常香，面非常筋道。托碗锅啊，还是托碗锅家人，面条筋道。这个净重是113克的，就这就五包啊，想吃的这个可以尝尝，真不错。办10到20包吧，我这还属于挑战，别像我呀，别这样吃你们。嚯，哎呀，太碎了吧，我靠！来来来，搂起来。哎呀，可以。哎呀，来点这个回面的芝麻，芝麻海苔，哎呦，哎呦，美味啊！哎，大块鱿鱼啊！来，一落。哎呦，真香啊！这可以说是断货王，家人们，因为太好吃，就能卖断货的。正宗的延边火辣鱿鱼，哎呦，这酱嘎嘎香，家人们哈，甜辣口。
太香了，趁着现在有货来买，赶紧去囤货吧，真的特别特别好吃。